新疆伊犁薰衣草漫游记，坐落在新疆西北部的伊犁展现了一个薰衣草仙境，甚至可以与普罗旺斯著名的花朵相媲美。在这里，中国最大、种植最密集的薰衣草田横跨乡村。伊犁薰衣草季节，第一季五月下旬至六月。随着五月的临近，薰衣草田绽放，农民大约在六月中旬开始收割。在这个月里，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薰衣草花的美丽，它们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。第一季提供了短暂但迷人的体验，第二季七月至九月，第二波薰衣草在七月下旬到来，一直持续到九月底。想象一下，漫步在紫色的田野里，阳光投下温暖的光芒。与普罗旺斯不同，伊犁延长了薰衣草季节，让游客在这个芳香的天堂里浸泡更长时间。为什么选择伊犁？气候，霍城县地处伊犁河谷，冬暖夏凉，它被群山环绕，拥有独特的小气候。伊犁年平均气温 7.9 摄氏度，日照充足，每年2556到3028小时，为薰衣草的种植提供了理想的条件。其3500公顷的薰衣草田占中国薰衣草产量的 97%。 历史农业，伊犁的薰衣草故事始于1965年中国从法国引进这种植物，多年来薰衣草产业蓬勃发展，集种植、采油、旅游和娱乐为一体。结果如何？一个薰衣草天堂吸引了人们的心和镜头。哪里可以找到薰衣草农场？霍城薰衣草田，每年六月至八月，霍城附近的农田里都会绽放薰衣草的花朵。浪漫的乡村吸引着摄影师和游客，通过你的镜头捕捉魔法，呼吸芳香的空气。新疆薰衣草公主主题公园，游览这个公园，欣赏壮观的景色。当薰衣草盛开时，香气笼罩着你，将你带到一个充满香味的仙境。薰衣草产品和体验，薰衣草油，伊犁生产高品质的薰衣草精油。参观当地的酿酒厂，见证提取过程，并购买一瓶这种芳香的灵丹妙药，它的镇静特性使它成为珍贵的纪念品。薰衣草美食，伊犁的美食场景包含薰衣草，试试薰衣草蜂蜜、冰淇淋或糕点，细腻的花香提升了你的味蕾。文化洞察，维吾尔族传统，伊犁以维吾尔族为主，他们热情好客，丰富了您的体验。与当地人接触，了解他们的习俗，也许还可以参加传统舞蹈或音乐表演。薰衣草节，伊犁每年都会举办薰衣草节，庆祝丰收，期待充满活力的游行，民间舞蹈和出售薰衣草主题工艺品的摊位，这是游览的好时机。在伊犁，薰衣草超越了鲜花，成为一种体验。无论你是在第一季还是第二季参观，都要让薰衣草田编织出它们的魔力。当你漫步在这片芳香的风景中时，请记住，伊犁的薰衣草悄悄地诉说着爱，美和无尽夏日的秘密。